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里面的东西不重要，但是创意才重要。所以过程中想象着要把它包起来，还是猜不到里头的东西。这样子啊？从包装纸开始构想，然后一直到……那黑管班准备讲哪句话给老师祝福一下？祝福老师成功一半。反正每一次我在这边，我都会觉得非常非常兴奋。真的，因为这个场地是很特别的，然后我会觉得是对自己生命很有自信的人，就该在这边。对，他没有跟我讲说，可是有。不过这也是呈现大概几个月以来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。然后这样其实到昨天晚上还不紧张，就睡得还蛮好的。可是刚一站在舞台上彩排的时候，哇，看到台下那个舞台就非常非常的紧张。那么久，从一月到现在，我们准备了那么多个月，真的终于站上这个舞台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那晚上节目真的非常精彩，但是会发生什么事，没有人会知道。但是就是很赞的，大家很辛苦，晚上一定会超好。我觉得大家都辛苦了好久，对啊，就是不要说大家，我都很期待，因为我觉得你们练习这种在台上一定会，100分变120分，耶！7月20号终于到了，然后这半年实在是很辛苦，因为大家时间很凑在一起，那不管晚上表演如何，那就是最好的成果。大家加油。上那种气氛就出来了，就又出来。对啊，早上大概可能大家还没睡，还没睡饱，然后那种感觉好像还没惊醒。对，晚上一来，我一进来，哇，那个感觉马上就有了哈。对啊，就无论如何，请尖叫就对了，谢谢。对对对。是本团的偶像派。对对对。偶像派。讲一下你自己现在的心情就好了。对，就是大家辛苦了好几个月，终于在今天即将呈现，希望圆满成功。好 ，OK。我们气氛蛮好的，气氛不错哈、哦，跟早上那个感觉不一样。越来越是，加油！我知道，我就把它塞好就好了。不是，咖啡倒出来。
安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廖千羽。期待已久的演奏会终于正式开始了，我们要邀请我们 Oranges 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秀碧阿姨，欢迎她。生命是这么的美好，各位在座的嘉宾，很简短的想跟大家做一个诚挚的邀约，让音乐丰富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音乐的国度里面感受到生命的美好、爱和感动。来吃，看我们看。